会用这个台湾进，这个也做，这个也做台湾地理当局啊，美国的救赎。所以他都话，咱的小知识啊，讲小知识什么话，年纪较小的知识啦哈。伊讲明年的二月要跟美国谈判，也不像健康，应该是二月到四月，哪一天我们不知道。我是怕算要组织十个人，这个也做也要讲英语的去跟因谈判。所以呢，开始即卖要训练这些人。当时伫五月到六月，美国国会会开公听会。四月以前，盖洛普要伫咱台湾这块土地做100万的台湾人的迄个调查。所以今日伫台中州发生代志，嘛毋是讲代志啦，因为台中州主张咱这个夫人啊，伫台中州隔离遐个郡守甲遐个知事。叫人一定要来开会，当时用迄个作业给因。这个作业是什么物件？就是每一个郡守配一个知事，拢总爱出去分迄个米啦，就是咱的宣传品。所以伊嘛印30万份呢，我唔知影你印几份啊？印30万份，因最近这两三礼拜拢出去咧分，分到今日有一个卖讲伊的政党啊。有一个人啊，走来咱的办公室啊，大细声。林志兴是骗人的呐！啊，咱的东西哦，就下歪，当然不敢怕啦吼。讲林志兴骗人，对一点骗人，佫讲袂出来。你今日若无讲，你袂当离开。你的身份证摕出来。啊，这个人哦，摕身份证，啊，摕身份证哦，讲听讲手手皮皮脱，皮皮脱。啊！昨天这个新闻人家 copy 起来，你到底摕人偌济钱？你来遮乱，无偌济，我摕1000块尔啦。啊，是安那呢？摕1000块你来乱？伊讲吼，恁有人去分米啦，讲恁反对选举。啊，阮迄个议员讲啊，做那何里反对呢？个就也袂调。那个讲啊，袂调，跟恁什么关系？啊，当然这个代志，我马上想着讲。咱高雄有人去乱无？有无？无嘛吼！啊，无表示啥？咱的米啦，本了无头。我甲台中州，啊，在台南州，即摆郡守嘛伫遐。啊，台南州有人去乱无？无嘛吼！本了无头，本了哪有头诶？我甲你讲，一定甲你乱，对不对？当然啦吼！十一月二号，即个春节刚尔，无恁就忍耐以后，十一月，因为。他们讲，即摆去分迄个米啦吼，会去用五届啦，叫做啥？啊，这都是选举的，啊，咱都是选举的。但是，假如虽然发生这个代志，啊，我甲因讲吼，你们不使用暴力是对的，甲围起来。你若无要提身份证起来还押运哦，啊，不爱让你走啊。当然，这嘛有底下的宪法内底叫做限制自由啦吼，啊，不伊来乱啦，哦，你咱是抵抗，叫伊提出来。啊，后尾啊，代志发生以后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我讲你们处理得很好。啊嘛，问伊的迄个手机，啊卡卡，哎，有影是迄个手机，表示无甲恁骗。啊，为着1000块来甲恁乱，那实在是吼。所以咱大家爱知影，咱台湾民政府啊，这几年来，咱拢不使用暴力，不使用武力。这个我相信咱的无他门的这个技术吼。伊有甲我讲一个代志啦，伊讲伊遐吼有一个郡守，去予调查局的吼，请去啉咖啡，伊足紧张的，开卡电话，我讲小弟，卖紧张，请去约谈，伊讲约谈，我讲约谈去倒，伫对约谈，那伊个唔知影呢，伊可能电话卡挂咧，马上去联去甲迄个郡守联络，我等下伊卡电话甲我讲。我是去这个调查局迄办公室约谈，还是去倒？也唔是啦，去咖啡厅啦，啉咖啡啦。我安尼就对啊。所有调查局的人员绝对唔敢约谈咱去伊个调查局，甲咱约谈。我这点我非常有自信，因为这唔是发生第一届。过去较展开所在因呢，台东啦、花莲啦。啊，甚至吼，较庄脚的所在啦，森林啦、嘉义啦，会发生安尼，就是
一寡北方的调查员哦，还是蔡家的调查员哦，会跟咱约谈。我阿约谈伊讲啥？伊讲吼，恁台湾民政府用政府的名义发行身份证、甲这個旅行证件，安尼涉嫌叛乱。我讲哪涉嫌叛乱啦？无他调你调查局啦。这个也是陈学圣立法委员，李立焕已质询两次。后尾陈学圣来咱民政府演讲，伊来要伊甲我讲，哇，秘书长，我唔知道，这就是台湾民政府呢。咱拢穿黑衫，拢穿西装，尤其是我们不主张暴力加武力。罗曼一个跟他讲哦，下一次我可不可以再来？为甲咱反对的，甲罗曼甲咱赞成，甚至个跟他讲哦，我也可以邀请迄个桃园的迄个馆长啊来演讲呢。我讲哦，较慢呢。我要讲的这个目的是啥？咱台湾民政府一向予真侪人甲咱误解，但是无唔对，像咱的咱即马现主席高雄州的地书讲的。我从来不回应，我要回应啥？我感觉遐个人拢无知识、无常识，我回应啥嘛，拢总唔对。所以不管你安怎讲嘛，我拢未回应。但是未回应，到即马为止三四年，自从咱上学到今日，中华民国的这个检方还是警察，捌来找咱来麻烦无？没有。咱的身份证即马伫日本、伫美国，确确实实会当通行。我相信咱有新德州的一个学员，我来叫伊讲四界来演讲互恁听。伊含旅行团去即个美国安怎坐迄个国内飞机？坐国内飞机，大家人拢是摕中华民国 passport 哦，独独咱迄个东心是。伊是咱个年纪较大个小欧巴桑啦，啊，讲欧巴桑歹势，资深小姐啦。伊这个旅行证，这个护照吼，内底夹一张咱个台湾民政府个身份证。过关的时阵，所有的人拢爱去一个玻璃个窗啊里面内底啊，脱衫脱裤检查。独独干那咱这个人。美国的海关，甲伊行李，佮伊邀请，你从这里走。这个团啊，看甲莫名其妙呢。伊甲问讲，啊，你会当安尼？你是 CIA 吼？伊甲讲，我乃 CIA， 啊，我年纪遮大，我学我上来要 CIA。啊，你到底是安怎？我甲各位讲，咱的身份证的后边有四字，叫做 USMG。所有的海关看到伊惊咧，后来咱顶回有做出来，会当恢复摄影啊啦。我无讲恁就开始呢哦。咱的迄个啊，做去关岛迄个东心哈，伊嘛是机密，啊，摕咱的迄张身份证对不对？啊，要出来的时阵足趣味的，因为要出来的时阵哦，伊讲伊未跟你讲。王林无较早甲讲诶，伊讲遐海关啊，要出来通看到伊啊，甲惊咧，佫甲问讲，请问你有没有携带武器要报关？想啊，因为 USMG， 这大家人拢唔知啊，所以甚至遐叛乱的也好，外口遮毒派也好，安尼偷偷嘛伫印迄个身份证，因都唔知咱迄张身份证的厉害伫倒啊，所以吼。咱大家爱知啦，咱伫做所有代志，你既然到今日为止，你即摆相信即个民政府所做的工课，即摆咱的旅行证件马上要出来。旅行证件我估计在二月到三月才会出来，但是当然啦，咱即摆有真济东心开始去申请，但是申请无要紧哦，我有甲迄个咱即摆申请的哦，拢甲伊讲，迄个按照顺序。一张，时间一定要按照顺序啊来申请，啊来照迄个程序来发给大家人旅行证件。你今天你还可以不相信旅行证件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二月三月我跟你保证，你绝对相信。
所以旅行证件来出来的时阵，我甲各位讲啊，中华民国都倒啊啦。当然，中华民国要倒，他倒啊。咱两个弟叔拢有甲咱讲，咱和中华民国这成员，我们必须和平稳定，无缝接轨。当然，恁六十二月初六甲初七来的时阵啊，主要要甲恁讲啥？内阁拢即马开始，伫三个月内底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内阁拢会找两个人。那中央的内阁爱找三个，中央的议员、参政议员爱找两个，地方的议会爱找一个，啥物啊要叫你来找？因为你要去接政权的时阵。咱要让你一摆三个、四个派你怎样出去？你若独独一个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免三个月啦，无两三天你就阵亡啦。你也知影，我们接政权的状况是安啦。咱的边啊，拢是国民党的党员哦。你若有把握讲你一人去接，你绝对无把握的。美国电，你敢讲这句话啦？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当然啦，吼！我若还没讲的时候，我拢讲，当然准备好了，我四千人已经准备在这里了。问题是，真的有四千人吗？所以他都啊，两个弟叔拢在讲，这叛乱的遐人，唔是咧乱想，伊乱，让咱的速度变得慢去，娘娘啦！你啊看，最近咱的官方网站有一篇文章，迄是。美国的《台湾时报》顶的文章，其实这个代志我哪早知影，就是美国甲台湾有一个国务院的单位叫做 coordination， 就是一个联络的单位。美国台湾政府派一个人去找因，伊劈头盖骂，拄到话就拢无好讲话啊，骂七点，报纸写五点呢，其实我哪早知影。报道来咧是讲啊，模模糊糊，你若去看，你就知影。迄个消息恁有看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所以恁啊，恁吼，恁普通是无咧看咱的官方网站，恁都无知影消息，恁是咩接政权呐？真正逐天爱去看看迄个网站呐，因为即马开始足侪消息拢伫顶悬呢。伫迄个美国的《台湾时报》讲美国哦。那个主管哦，主任哦，人名嘛有哦，拄到面随甲讲一点，恁伫台湾所做的遐代志，去占什么中兴新村啊？阮美国拢知影，你们那个是犯法的，犯法即句伊无写出来，但是美国甲讲，你们是犯法的，美国当面就甲含伊回讲话机会嘛无。第二个咪讲，谁叫你们挂美国旗？有人授权伊挂美国旗啊！美国真正有授权挂美国旗的是授权什么人？台湾民政府啊！但是以前我拢唔捌去攻击这个代志，因为过去到底因嘛是伫咱家有受过训，虽然这读较无清楚。美国讲什么人授权你挂美国国旗？因坦白讲哦，做了伤过分啦。去中兴新村，去迄个中兴新村主席的办公室，甲坐咧，甲翕两张相，讲我们开始执政。哎、欸，奇怪呢！我想讲，台湾人的头脑有遮歹吗？我讲伊若要占中兴新村，不如安那去占总统府啊，对嘛？总统府嘛较悬嘛，对不对？占中兴新村，啊，佫刷入去。第三点，我甲伊讲呢，伊讲，什么人叫你宣布台湾独立？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反对台湾独立。伊竟然刚伫报纸讲四月二公已经宣布台湾独立啊！你想看卖啊？美国对这款代志免哪来容忍？那台湾人唔知呢？伊讲骗讲，这个是不是经过美国同意？即马拢闹去啊！即马家己闹去啊！第四点，美国家己讲，我们绝对不会替你美国台湾政府背书。背书的意思是啥？我们不会承认这个代志。AIT 冇宣布过，
虽然因人数未无济啦，但是我看一段拢是大部分拢是推阿面啦。过来第五点，第五点讲美国对台湾有这个政策，叫因哦好好去看书，看什么？《台湾关系法》。其实除了看《台湾关系法》以外，应该去看一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美国对台湾的宣布的政策三项：第一，一个中国政策；第二，三个公报；第三，《台湾关系法》。美国暗藏一个东西，就是啥？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在咱控告美国内底最高法院的时阵，法官有讲啊：难道台湾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已经失效了吗？美国代表美国的国务院的迄个查某律师 Peterson， 伊是哈佛毕业，伊就讲未出来。法官讲吼：我来替你答复好了，仍然有效。所以你要知影，虽然美国真歹，但是美国还阁无爱将真真正正台湾国际地位的真相，无爱让所有的人知影。所以甲伊讲，甲人讲《台湾关系法》，其实应该是阁加上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当然，伊讲七点，我伫咱的周记的内底开会的时阵，我有大概宣布，啊我。今天就针对我们的官网顶面所说的，所以一个说了，他们所谓的驻美的大使当场宣布辞职，因为怎样，他知道再下去美国会毙命。所以你看像这种的事情，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能将美国在做的事情当作跟你开玩笑的。你不相信你去参加看看，中华民国南投的地方呢，将迄当阵去的百几个拢总起诉，摕美国的身份证诶，拢选，拢无出庭，即马阁走转来，我相信若阁开庭，就阁选啦，选到尾啊，一定啊通缉。所以有真济，当然无真济啦吼，咱台湾民政府的遮个人。唔知影讲迄头脑是安怎想的，还是耳孔轻到即款的程度？你伫遮，你有受过初级班、高级班的教育，但是你另外一方面，你嘛伫打双准。我甲各位讲，台湾的国际地位无通互你打双准啊！你伫台湾民政府内底，就是台湾民政府内底，你若家己要去行你的路，做你去，差不多啊。咱两个技术讲一句话，咱就敢若火车共款，伫铁路顶悬向咱个固定个目标去前进。你要跳车欢迎，但是即只火车绝对袂倒头路，阁倒来甲你载，啊则阁开。所以你要清楚，这条路你只有一次的选择机会，绝对无两次。火车绝对袂倒头路，我看。咱大家拢应该知影，有人敢那高铁，敢那捌倒头路一两届啦。咱台湾民众绝对袂倒头路，因为咱是按照既定的政策伫向头前行。咱即摆行，行了已经差不多啊。既然会当甲你讲要发旅行证件，毋是护照哦。你啊看，遮真济北港埔一挂独派。拢讲要发啥护照，你拢听过嘛？对不对？护照即马开始独派开始改变，即马讲啥旅行证件？过去因拢讲要借助台湾宪法，即马改啊，甲咱拢同款台湾基本法，你拢知影嘛？噶毋是？但是他们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：台湾要建国，要独立，各位。你莫笑想独立啦，咱若要阁甲美国一摆战争哦，我甲你保证绝对战输啦。我宣战台戏两点钟，咱就倒啊啦。我是讲实在，伫这个时阵，咱无必要牺牲咱台湾人的性命。你要真正要行迄条路，一点足清楚的嘛。这块土地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嘛？噶毋是？噶既然是别人的土地，你伫这个土地要共宣布独立？
敢若恁兜的厝，别人来恁兜甲你宣布独立，这间厝变作伊的，你卖无？你不爱嘛？赶快啊！这么简单浅显的道理，你哪会唔知？最近真好啊！伫选举的时阵，国民党内心的话拢出来啊。郝卓、郝柏村伊讲啥？你们这些黄民，你有看无？出来嘛？因其实因的心内足清楚的啊！我们就是黄民，你讲对不对？连前讲，恁遮两代拢总迄个做啊日本的什么什么皇民的什么官员，各位，这中国人的心态内底，一开始看台湾人都无起，我无甲你骗，一开始就将台湾人做奴隶，台湾人唔知吗？要给你做中国人的奴隶，很可怜呐、啊。所以你即马坦白讲哦，我有阵一寡反话吼。我听听，我拢不爱讲话，因为有一天法律一定会得到我们的真相，美国一定承认真相。所以你唔通阁惊唔对，你惊唔对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。我先跟你讲，既然要将咱台湾民众速度给我们，我们不容许，但是。可能我有少真少数的人会喊咱的民众速度变慢，但是不要紧。当年、去年、去年的时候，美国甲我讲，就是你台湾民众落尾剩一百个，我嘛是甲你支持。但是你也会记得，你要坚持法理。有的人唔知啥物叫做法理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这块土地仍然是日本天皇的，台湾人民是日本天皇的皇民，这重点吗？不会改变啊！过去郝柏村伊奈白讲，即摆选举发现讲伊就要输啊，伊就开始出来甲你骂。但是伊讲的是真真正正心内话啊，你无安尼甲逼，伊讲袂出来。所以咱台湾人看到伊讲迄款的话，家己爱了解啦。他对我你讲，美国两礼拜前通知我，咱去准备一个小组。当然，这个小组我袂当甲各位，现在袂当甲各位讲要创啥，但我会当甲各位讲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小组会让我们台湾民政府整个翻转过来。这个时阵，我阁讲从头再讲一遍。现主席，台湾所谓各党各派。没有一个跟台湾民政府的法理一样。台湾民政府接了政权以后，我们会主动的变成两个政党，一个叫做民主党，一个叫做共和党。民主党、共和党，让我们大家自由参加，而且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会跟我们连线，让我们自己自由去建。其他的政党，在美国军事政府统治之下，全部一律禁止申请。因为在这个时阵，美国开始甲恁教啥，甲恁教民主啊，选举叫啥？等到我们民主党跟共和党组织好了以后，这个时候才会有选举。在这个时阵，我若讲实在话，超过二三十年，但是你若讲二三十年，有的台湾人挡袂掉呢。啊，阮伫选举拢有一千块好摕，即马拢变无去呢。所以我可能甲伊讲哦，好啦，等五年、十年。其实五年、十年无够了。台湾的教育都爱予台湾人，伊家己本身知影讲，这张票会价值伫底。你唔通想讲，恁去投票，我先甲你讲，我过本来选举我拢歹讲啊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若去选举，你的身份证伊会甲你带一个印记哦。我先甲你讲哦，你莫后摆执政以后，看到你的身份证有迄个印记。这是属于背叛行为。过去我拢无讲，一直要甲选举，我才甲你讲。因为我伫点点伫看，看咱台湾人到底是真真正正心内有觉策，还是无？你有当甲今日还阁搞不清楚呢？因为我相信，虽然甲恁讲中华民国要灭亡啊，要离开啊，
但是大家人有真济，我想有规爿的心理啊，不相信。我咧要坦白甲你讲，日本时代八月十五号，日本天皇宣布以前，什么人会相信讲日本帝国的建树？无人相信啊！我相信，只要年纪，若超七十岁以上的人，差不多拢知影。啊，若七十几岁以上的，拢都足清楚呀。同款，今日台湾民政府要接到建环，很可能就是明天要发生的事。就跟日本时代，雄雄宣布，日本天皇宣布台湾同款。这边安倍晋三宣布辞职。在一月二日解散众议会，谁那边解散众议会？众议会现主席自民党，敢是占多数吗？伊奈宣布要解散，因为在多数的内底，嘛是要够有人反对伊修宪；在多数的内底，嘛要够真侪人反对伊军备增加。日币117块。你唔知想会清楚无？一年两，他一年外前，伊还阁伫80几块的时阵，我有才告伊讲，日币会跌到120块。结果他跌到100块，我本来想讲跌到100块差不多啊，但是伫今年安倍计划好以后，啪一下马上阁落去。啥物？因为伊要予日本有靠钱呢。阿伯来美国，要叫来负责东北亚的安全事务，所以安倍这边宣布讲辞职，就是众议院全部解散，重新选举。伊这边他们讲波足大的，但是我嘛相信，伊这边照常会调，当时自民党会调更加济，伊本来已经占一半，但这边会占更加济，伊的修宪将会完全的通过。修宪通过以后，日币就又照做动来。所以各位，咱今年要去日本，12月20日到24日，咱这边有跟人无同款，就是日本官方开放奥库拉饭店给咱，咱原来同款住伫巨蛋，但是以前咱200个、几百个拢是住伫巨蛋，但是今年。日本有安排36个，本来是讲18间房间，予咱住伫奥克拉。我相信若在座捌去日本的人，捌住过奥克拉，请你举手。大昌饭店，真少人啊。但是我捌去住。奥克拉饭店就是等于啥？中华民国的圆山饭店，伊位置伫即个叫做纽奥塔尼的边啊迄边。这个所在是日本官方的饭店，众议员、参议员拢住伫这个所在。谁那要叫咱去住伫奥克拉？因为伫迄个所在，你会拄到日本的200几个众议院、甲参议院的议员。所以咱即摆伫计划讲，本来是有一个计划要伫东京要游行，但是即摆因为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啊，我们就改变。要去奥克拉的时阵，要去和日本这些议会议员斗阵开会，伫迄个所在，大家交换意见。日本最近出一本册，叫做《迄个卡多加藤写的册》，内底清清楚楚的写介绍下台湾民政府，为拍官司开始，官司的结论，大项拢写啊清清楚楚。这本册伫日本最变成最畅销的书。所以日本现主席已经对台湾民众差不多拢知啊。所以，但是本来是我是希望今日能这边让200个去日本，但是这边航空公司只给咱160位尔。当然我唔知影咱高雄是名拢有报到无，但是咱爱照迄个顺序，你先报名照迄个位置。我知影是已经超过啊，啊160个已经甜甜甜啊。这边要去日本，前一礼拜要先来中央，来中央做啥？这一次不同于往常，这摆你去靖国神社的时候，每一个阁员派阁员的袋子，议员派议员的袋子，知事副知事派知事副知事的袋子，完全
大家拢阶级，唔是讲阶级啦，迄个职位啊，佮分得足清楚的。当时行路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规定，你去靖国新城的时阵，一定要排队。这边袂当予大家人随心所欲。过去，咱有当时有一间有一挂东西嘛，拢家己计较，不爱听指挥。这边不爱听指挥，我拢家己谢绝，讲你卖过去啊。啊，有东西感觉真计较，我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我唔免唔免啊，袂使。这摆所有人，你若排队啊，一定按照中央的规定，变哪行路？你日本爱安怎，拢总按照规矩。当然，恁即马一挂人住伫巨蛋，一挂人住伫即个奥库拉，住伫奥库拉，落尾啊，即个巨蛋往来即个来即个奥库拉，要将奥库拉的大饭店要甲租起来，迄、那个一个所在会议厅，总是非常的贵呢。恁绝对唔相信讲租一个大厅要偌济钱？那以台湾来计算哦，差不多台湾的五倍以上呢。但是呢，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咱是代表内阁，代表台湾民政府官员，遐众议员，咱是20号起的时阵已经选出啊，选出来，咱就去竞，对几个，对几个，对几个。所以这边日本的任务是非常的重大，咱台湾民政府进行到今日，坦白讲，已经接近完成，你有欢喜无？欢喜的同时，欢喜的同时，你家己本身对台湾民政府的信赖、忠诚，我现在开始绝对的要求。我讲一个例给您听，经差不多11月的代志，两个台中州的副知事，无经过我的同意，把台中州的成员，伊要交迄个电费钱，共收500块，收50000几块。你50000块收着，你这个钱毋是怪交伫会计，叫一个人去保管，当心甲检举，我当场处理。有这个代志无？有。当然，两个副秘书一直都要解释，我拢免解释。你们两位就地免职，我伫大家面头前甲宣布免职。两个，我讲啊，你有甘愿无？有，一个回复到议员，一个回复到内阁。过来，台北州有一个副秘书，中央内阁去甲监察的人，伊甲伊讲，诶，阮州内咧要开州会议，请你去外口。哦，我讲人伊遐来甲你监督，判伊个大，就是要叫你啥？就是要甲你监督，讲恁有照中央规定你开会也无啊？你搁甲伊请去外口，我嘛当场甲伊副秘书的名义甲撤掉。11月份开始，中央对于阁员、议员绝对会严厉的处分，你若做唔到的时阵，我跟你讲，台湾民政府后摆就要安尼啦。我们绝对不会轻轻猜猜，请国民党、中国人去吐啊，做啥也不要紧啦，做啥都会杀你啦，绝对袂使。我甲各位讲，所以你若无照规定点招，还是出席，我会当甲各位讲，你若无请假，当天我就将你的职务给你刷。你是这边中央的内阁去受训的时阵，有人想讲，啊不就会当请假，会当请假无唔对啊。但你请假以后，中央的参政议员名额拢满啊，你请假变啦，会使我给你换去州内底做议员。哎、欸，我都请假，有请假无唔对啊。但别人拢来啊，都调去州。我阁甲讲，你若州的专训，你若不过来，我甲你调去啥郡？啊，郡若阁满，歹势，你变做东心。我袂甲你开除，因为你有受训就是啊。
你唔通想讲，我都摕到内阁证书，内阁证书是用你有迄个资格，但是你若无这样按照规定，歹势，我就把你调到州或者调到郡，啊郡若满，把你调到同心。所以咱大家人一定要听好清楚，这个十一月开始，这个六个月到八个月，你较艰苦咧。中央若跟你讲啥，你一定要出现。你无出现，你都唔知你创啥，敢唔是？你敢若讲我要做内阁，啊，你拢戆啊，要做啥？即摆内阁伫中央授权以后，我拢有功课给因。每一个月爱来一届两天检查作业。咱互外口人甲咱笑啥？啊，恁遮拢素人，啊，唔知半项，啊，就要来接政权。即摆真济独派嘛要加入呢，我讲笑咱嘞。你要加入会使，你卖受训。头拄啊，蔡提书，头一个发蔡提书，甲讲我咧甲恁保护是无唔对的。我咧保护啥保护？咱有五种的五关爱互你先过，其他的人若要入来，同款爱过迄个五关，唔是讲因会当特别，拢同款。后摆中华民国的学历我们不要，啥呐？这叫做毒苹果理论，因的基础，因所谈的论述，敢若未输这个土地内底有毒素，生出来的苹果树的迄个另外内底都有毒，因为伊吸收土地内底毒，啊，所以迄粒苹果会食哩无？未食哩。虽然苹果足水的，红红红足水的足脆，但是未食哩。所以今日中华民国色书朴书，同款。咱若无予伊受训，我们就不会任命他。这是大家人已经有受训啊，所以呢，你都占了很大的便宜。啊，但很大的便宜，我坦白讲，我就烦恼你诶。伊有真侪人诶，专业知识不够。啊，你专业知识不够，我们民进会中央，你会知影呢？咱中央收迄钱，毋是咱政府，是咱民进会收起呢。我常常嘛甲同心讲啊，无你去甲我倒吹啊，吹有对一个所在愿意供应，互咱遐人困食，两工一暗，甲咱收2000块，甲我讲啊，会当去遐甲受训啊，敢有迄款的所在？绝对无啦。坦白讲，我毋是无去吹过呢，南投、台中、彰化，我拢去吹去看过呢。到遐好康，薪水越远，甲你收一个2000块，收一个6000块，10000块，无遐好康的啦。我甲各位讲，所以咱大家拢爱有良心呢。咱即马迄个所在，互咱用，唔是讲你该收那个3天2夜呢？迄是啥？7天7夜呢？普通是因嘛，无咧甲你用啊，互恁拢总去用啊。所以你交迄个钱，不是3天2夜的钱。你们所交的钱是7天7夜，甚至是30天30夜，是365天365夜的钱呢，安尼咁贵，所以你唔通想讲是中央伫欠钱。我讲看你来，我是非常受气，但是我拢忍起来。你若遐搞，你甲我找嘛，你去找所在，咱来耍嘛，安尼咁唔好吗？我阁甲你讲，水月园的头家到今日为止，已经换伊招四座啊。你知影统一管政府，该安怎讲？明白该讲过，谁叫你租给台湾民政府？你若卖租，你就拢无代志。听到这番话啊，我嘛真伤心啊，我嘛尽量该安慰啊。做好咱，我所以我有该答应一工，我你去甲迄个啊，做统一管政府遐人讲，你就卖花台湾民政府执政，去恁遐人，我大声甲你办。所以，咱有通过一个妨碍台湾民政府执政的妨碍条例，已经通过啊。第一，我就甲办台迄个桃园管政府，我甲你讲，可恶嘛！小花叮当一个，甲移送法办，伊犯伊遭四摆，好加在伊年纪太大咧，每一摆都缓刑交钱，但是伊交到即摆伊就惊着呢，伊讲诶，秘书长，过落去我来关呢。我你放心啦，我跟你讲，这段不要转播。